左神，我这波出来，我去。先往中走，来中二塔，先来中二塔，嗯、然后看情况，上路有可能会需要你，不一定。好。然后你在这里点个假眼啊、哦，你没有假眼是吧？我没有假眼。OK， 那你就可以回下了，可以回下了，现在还没事。哎，看中路，看中路，中路。哇操！对，你可以在这站着就行，在这站着反戈一下。哇，真恶心。石头人，没有眼了。这波挖掘机会抓我对吧？能蹲吗？你要闭是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可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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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招闪啊！我为什么不招闪、啊？这波他应该在这里。好，在上，我在赶，我在赶，我在赶。你什么状态？这个我要走了，我要受了。挖掘机在后面，挖掘机在后面。哎。能操作他吗？我可以，我别回。好，可以等我吗？我在路上，我在路上。绑到他，绑到他，在路上了。上塔守一下吧。OK OK， 打完了怎么说？可以拉走，拉走，拉走，散散散散散。先锋也是我们的，走了走了，很赚。OK， 发育吧，发育吧，我们双射手不着急的。可以回吗？不可以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波可以，这波可以。他推了线，石头人不在，石头人中路小心啊。能往上走吗，太子？看一下上路。啊，不行不行。哦，你要接线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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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可以踢，慢点，我可以踢。永恩永恩在靠，永恩在靠，你得踢。我可以跟他，我可以跟他一起到。我踢了，我踢，我踢了。哎呦，完了。OK OK， 反正你玩那么肉了，我就吸。吸的吸的吸的。我能回吗？下路 TP 了，你别随时想着回家呀，文文。上路啊，上路三个，开不了了，三个。哎呀，我要被抓了，操！我逼疯了。啊，又是三个，那下半区不要了。中塔能守吗？他们要推的话，看 T 啊。哦，我没 T 啊，好吧。你小心，你小心。我再往下赶。我可以踢下，他再跟你装的话，我两秒踢，我踢了，我踢了。我再赶，我再赶，我再赶，我再赶。赶一下，大树赶一下，大树赶一下。再赶，再赶，再赶，拉扯一下，米子。先打金丝，先打金丝。拉扯了，再拉扯。跳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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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走。不用跳走，我再赶，我拉扯，拉扯。我大招还没好，等一下距离够。石头没大，石头没大，我看石头。可以、啊。都在我这边，都在我这边。我操！我不该跳。杀这个，杀这个。没事没事，能杀、这个、能杀能杀，好大、这个、好大好大。这个点燃有点燃吗？杀这个。一闪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卡杀卡杀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走了得走了，你们俩没伤害没伤害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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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对完了吗？马哥跟我们一起进下半区吧。哎，他们上被抓，上被抓了。来来来，来下路拆二塔，拆二塔，拆二塔。哎，你们坐那边视野吧。这么变态啊！我复活可以踢过来。那个先，等我一下可以吗，左神？再等你，再等你，再等你，再等你。哎，不是米人可能要被搞，哎，米人单吃了，牛逼！好，杀了杀，拉走拉走拉走，再接波中线，再接波中线。你们直接来呀，直接来打吧，直接来打吧，直接来打。可以看大龙直播，再拉扯一下可以看大龙。听左神指挥，听左神指挥，听左神指挥，米人别指挥，听左神指挥。来往上 miss， 往上 miss 吧，直接来大龙吧。Okay， 他们上半区视野比较差的。哎，打加呗，打加呗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。去挖掘机，去挖掘机，挖挖机，挖挖机，挖挖机。OK OK， 有啊有啊有啊，有有没血没血没血。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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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追不追不追。好了，打完了。这里棉不用带了，棉不用带了，棉不用带了，接过来就行了。来了我来了。哎，可以可以，这个看我这看我这看我这。能留吗？能留能留，我大招捆到了。哎，没捆到，但是没关系。他掉闪了，掉闪了，不用管了，不用管了。推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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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线等一线，我操我操！听你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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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急。你妈了个，不太好推了，我感觉。上路上路，好推、哎、等一线就好，一线到了。米人别指挥，米人别指挥，听我们的，听左神和我的，别指挥了。我有治疗，我有治疗。这点水晶杯，感觉你要死了、哎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卖了卖了卖了。保 AD 打保，可以打可以打保 AD 打保 AD 打。哎哎哎，我操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哎，我带过来一个，我五秒大。哎呦完了，我送了。我没技能啊，这波我没大的。哎呀，我这波失误了，操！我那个大太抽象了。要走啊，米知道全在全在，不能恋战，快走，都在这儿。我有船，我有船，米人，我有船，米人，我有船。哎呦，他们技能米人，我来了，米人。啥都没放。米人怎么不说话了？我被你搞红了，我不想说话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刚刚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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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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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我的米人。
你别轰别轰，我太急了，刚刚说话。我有波甲，我可以波起来交闪，可以打可以打，慢点。看到了看到了，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，卡杀卡杀卡杀，爆了卡杀了，拉一下，卡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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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贴我，这个能炸死。全残的全残的 ，A 一刀就死了 ，A 一刀就死了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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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一波一波一波。没线了，等下波。下一波到了，下波到了。OK nice nice。Nice nice。谢谢糖糖的蛋卡，谢谢谢谢。抱歉啊，嗨，林米先生不开心了，真的。没有，哎呀，继续。你知道这把你的建模玩得很好，我看到你一个人把峡谷先锋吃了。哎呀，米人，真别误会呀、啊，刚刚说急了，我急了，我太着急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不指挥，我不指挥。不是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哎呀，我没生气，我主要把打上单，打野都是从上往下刷，上半区一个人影都不见，对面打野一直搞我。打的中期嘛，我被抓，我想发表一些看法，你又不让我说话，我就没有存在感，没有参与感。可以说，刚刚我把把上路一打二的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你们又不管我，我上半区妈的一个人影都不见，先锋也没人打，先锋还是我一个人打的，妈打野玩个大树就知道养爹，不知道上路帮帮我，我怎么打嘛、啊？那个先锋打偷的好，偷的好，那波无敌，那波偷的确实好。我那左神每次打野开局就是一句、哎、米人你抗抗压，我从上往下刷，你每次开野都是这一句。那我怎么办嘛？我上路一直一打二的呀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没有考虑到太子大树除了 F6 开还能怎么开啊？我操，你就教了我这一个。你三狼然后打青蛙然后打蓝然后下半区刷完往上刷，可以这么刷。也可以这样是吧？我下把我这把就这样来。你下次开大树试一试这么刷，试一试这么刷。嗯。我的，没事没事，哎，实在抱歉，实在抱歉，我主要是，我主要思维有点固化，现在我上路一直有限的，有那个、我上路一直有限的，你们也不打先锋、嗯，然后十分钟还叫我去打小龙，我怎么去嘛？我上路一直有限的，我那波是看你往下走，我以为你自己想来，我就随口一说，我不知道你是去吃果子的，别急别急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哎，我换个打法，左神别没法放羊，我们上路二 v 二也可以的，然后我有限，我们也可以。两个人尝试去上路帮的，你不要完全放弃上路啊！尝试帮一下，可以帮的。我明白，我们有机会就去呗。嗯，反正我中路有限，我们上下都能帮，你就看看哪边机会好。上路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也去一下。行，没事，反正你先刷就好。我喂，你知道大米啊？你怎么了，大米？我没怎么呀，我就是。没有参与感，然后说两句话又被队长骂，我没办法，我很委屈。为什么被队长骂？我的主要这个队长就是禁止我说话，我想发表点就是看法，就让我闭嘴怎么办嘛？教练你评评理。为什么不让你说话？他是说我说了我前两次说了两句话就不让我说话，然后第三句话就直接让我闭嘴，不让我指挥他。那没道理。就我是爆点信息，我是说发表一些看法，不是说我想指挥，就是提供一些不同的意见。明白，爆信息没问题啊。除了这个呢？除了这个就是我的上把确实我的。不许影响队员心态啊！这个 ZZM， 我的，我有罪，上吧。